你跟什么演员做过演？甄子丹。刘子豪是那个 ，pass。咩意思啊？但系佢哋个都好努力咁样实现自己嘅梦想，我真系唔忍心赶佢哋走。咁你哋话事咧？感谢大家抽空出席。老婆，你同我讲。喂，佢哋个个都明日之星，不要走。Man， 一个都不能少。OK， 强总。你都后生过，你都挨过，点解你唔可以俾啲机会佢哋？所以而家我就陪佢哋一齐挨。今日、听日、大后日，冇人知道会发生咩事。总之今日企喺度嘅所有人都有机会。连文杯有之后，只有我鼠总啦。你系可以叫我港人哥或者人哥，我唔中意叫总。OK， 付出代价噶，做一分钟英雄，可能要做十年九雄噶。过嚟过嚟，嗱，呢个就系细妹宝贤，呢个就系我细佬阿 Lee。呢位咧就系我老婆，愿意义务咧帮我哋做文创园嘅顾问。而家讲你咪知咯，老婆啊，我都知辛苦噶啦，又要翻写字楼，又帮我睇住文创园。苏菲咧，佢地头重嚟，可以，我同你兜个圈啦。老婆，你要等我转头翻嚟。我都系啱啱先知咋，佢约咗个博物馆馆长，佢话想攞啲展品喺文创园嗰度展览，当系宣传。拜拜。求了。喂，老婆，她是我老婆。同一个人。我老婆很逗，很多人都以为这个孔明跟这个诸葛亮是两个人。对，你快古天乐沉重啲，纯属虚构。对对对对，关长。你而家仲未知嗰个边个啊？游神区，咩神区又有？你就唱呢首歌咯。